快叫奶奶来吃饭了，叫爷爷奶奶吃饭。今天我们吃饺子。快啥？你爷爷都在厨房吃饱了是吧？饿极了吧？不错，好吃。妈，这饺子好吃，牛肉没什么味儿的是吧？小哥吃啥馅的？酸菜的。那不给我酸菜的呢？嗯，酸菜我吃了一个，爷爷喂我。就那几个，啥肉的呢？不像牛肉啊！你吃有牛肉味吗？优选上买的，你便宜牛肉不靠谱。你要一块啊？你吃啊？我吃。你也吃葱呢？我不然呢，小块啊。妈，葱好像老了，这硬呀，听嘎一声是吧？跟这声好像不大对。嘎一声，那不能老，这是脆上。哎呀，啥行啊？不是，要老的你九豆。搞点大酱啊！我下一个都没炒泡。不用了，这就是。哎呀，煎饼卷大葱就绝了，这是。煎饼卷大葱，一重赶两重。嗯。咋了儿子？葱。蘸酱啊，蘸酱，有酱。嗯。一口煎饼，一口饺子汤，绝了。哎呀。我接受不了这种吃法。来个吧，娘，尝尝。今天先吃了，明天好点香菜。好了，吃饱喝得，干正事了。来，你来吧，儿子。下午你没在，然后我自己开箱了好几十个那什么。这你买的啊？这咱俩谁买的吧？看谁买的，咱俩真是。这你买的，这个就是油豆，你买多少钱？27块钱。27.5块。你够不够？你这肯定不够斤称，我跟你讲，你这五斤，肯定不够斤称。一会儿称称。我一会儿称。27.5块可以，5块多钱一斤，这个挺便宜的。我来，儿子不是这样用的啊。首先刀呢，你要这样放在上面，你看是不是？你站着不稳，放在这儿就稳了，看到没？啊，你看一个手就可以了，看到没？把啥给我？写了东北冻梨。东北的，不是南方产的啊！你这扯不扯？我以为南方产的。哇，还冰袋呢，你看还有。你就化了，我建议你冻下来吃。我不对，就洗了就吃孙子。那你洗了先不要，先不要，冻起来再吃。这划不开呢，这。哎，大苹果，这个这不是丑苹果，丑苹果没到。这个自己吃也行，泡酒也行。必须得一头，这袋我得要。开了一个又一个呀，没开到我的好宝贝了。这我给奶奶买的，这个是给奶奶冻饺子的。饺子这一装一冻，密封吃的时候拿出来就好了。而且你放在里面它也不压着，冻饺子也方便。奶奶，快来呀，给你的礼物，新年礼物，开呀。给大家表演个驼手贴在地上。是啊，这是你爷买的，我这地方我估计2.9块吧，人家包装都不给你好好粘，你看，两个大灯泡子你爷买的，我那个拿快递我就知道了，我说肯定这是西多多买的，这亮不亮也不知道，妈呀，150瓦呢，那挺亮啊，超亮。继续儿子，还有两个大件呢，7块多钱一个，哎，可以。挺便宜，哇！慢点慢点，不要整的哪儿都泡沫。看没看见这是啥？看，这是小孩不听话打脑门的，当当当当摇酒的。哎呦我去，儿子你真有见识的啊！啊，你还有见识吗？这摇酒的都知道。慢点慢点慢点啊！哎，你还有个小盒，这还有个小包。礼盒。这里头是啥呢？小孩看看。这就好东西了，这回买这样的，下次我把那几个瓶，我这几个。如果这个好用的话，把那几个瓶的葛兰也都换成这样的。你这个就不泡酒了吗？应该道理说，嗯，它能拧上了，那个是弹簧就不行。而且这个好处是啥呢，师傅？这回买磨砂的，这个不买的带塑料的，这一扣多少年的卡一扣。不是，它这个缺个东西，这些垫有没有啊？啊，那儿这有有有，那好，这个好，好，我到时候把那些东西换掉，把那个就给它换成这样的。那个瓶是好的，老漏酒，一漏酒闹心。哎呀，我就有漏酒不？哎呀，有这多好吃的，我先放着。这个是你的，装饺子的，好不好？装饺子的，这家一层能这一个能装100多个，一层一个人，那可拉倒吧，这是能装160个饺子，120，我妈那么大个儿，240两盒，这个这么大你放饺子不？这个也是啊，啊、一样的。这大。过年了嘛，你愿意包冻饺冻起来，一吃的时候方便，冻也方便。是吧？省得折腾吗？先放这儿呢。那豆角买回来了，你的？不是，你老公买的，这是。怎么样？这豆角是比我这便宜啊，该咋是咋的，就不知道够不够秤。下面我看好像你的豆角子就小，说实话是吧？哎呀哎呀啊啊啊！你小不小？这纯好豆角吧？啥玩意儿？这都裂了，这啥玩意儿？慢点，裂了看看，转。看看，爷，这谁的鞋呀、啊？你爷的，你爷的鞋，妈，这鞋能穿啊？这鞋能。二手的吧，你上一边去吧，滚犊子去！你家鞋二手的，这二手的，欠揍。嗯，这
这个是二手的，看着脏。我二手，俄罗斯。这个鞋你啥鞋你爷穿不了，这鞋肯定你爷穿小。44的。44啥呀？大手一看就不大的鞋，可以。老头鞋吗？老头现在会网购了，你看自己都买东西了。我买那30，早知你买我就不买了，这整十斤豆角咋吃呢？这个妈，这豆好啊哈，放几天都没事儿啊。这有豆啊，啊豆啊，啊儿子你放这个，啊，是不是啊？拿个箱来，把那箱子我得装这玩意儿，要不这玩意儿你咋整啊？是啊，一个漏孔的咋漏啊？啊，要不漏就麻烦了。来看看，撸裂不裂看看先。要是不漏就是残次品了。这里有个洞，就钻了个眼儿吗？这就是上去泡酒，咱手。看到没？不能拍这玩意儿，不能拍。小的时候就家长大人就不让拍这东西，说会拍炸。能告诉我这里头是白白的？哪呀？脏吗？打洞的时候，它这是放水了，水躺进去的脏，所以这很难洗的。老师，我别动了，洗不掉，先把它洗完了再说。